但平定时兵士照顾着蛇心，启动百里行走的计划，建议上午来到咸水区的桥南里，准备村里平安箱，也有特里家居台南馆所提供的台灯布阵，提供给关怀古店共餐活动使用。今天看到以上这个平安箱是每个月两次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爱心，而且这个爱心用这平安箱来拜拜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方式，让大家咱拜拜神明看到他也欢喜啊，我们送给大家在使用的时候，大家去用的时候也倍感温馨，而且可以把这个爱心无限的延伸，所以非常的感谢咱南天可以在咱这大家做这个那个爱心的一个捐赠，非常感谢这代来咱阮桥南社区来捐赠这个爱心的那个物资，真感谢您啊，谢谢啊。我感觉蓝天做这个真的很有意义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你小蓝社区，非常感谢蓝天的这个举动，那也要更感谢我们那个我们区长，他在跟这方面就想到我们桥南社区据点 的一个长辈。这回除了是做公益之外，蓝天电视也安排一场宣导会，向阿公阿嬷来说明什么是第三公用频道、电视节目的分级，还有假消息、假新闻的分辨等等，让世代人更加了解相关的知识。蓝天是一个在地的企业，我也希望说我们能善尽到媒体的责任，除了我们的第三、第四、我们的地方新闻、我们的公益频道，我们配合市政府的一些政策来做宣导以外，我也是很欢喜说除了有线电视以外，我们都有提供监视器跟一些水情监控的这个顶顶网络的服务，我们都可以希望说可以跟在地的企业可以更加结合。活动现场，蓝天团队也派员到社区进行少端口交的大型服务。蓝天总经理王丽群表示，未来团队继续打拼，提供在地更加优质的休息服务，并且持续回馈社会。蓝天新闻台记者蔡宏报道。